这个就是最近距离看到几座冰山的地方，所以这里也叫做冰川的盛宴。下面就是雪山的盛宴，说错了，下面才是冰川，也可以说是冰川的盛宴啊。所以啊，下面这些就是冰川了，刚才还有一些地方塌方了，所以我站的位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塌方了啊。哎啊，这里整个都是冰川啊，前面这里可以放大一些看看，下面就是冰河。这边也有一个湖，这里的湖的颜色都是这样深的翡翠绿的颜色。这里就是捉欧友 BC， 也就叫做啊捉欧友峰大本营。我们刚才是从高桥一直走了7公里才来到这里，花了4个小时，海拔就5200。